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学。今天大中午的出来盘坑，因为昨天家里扎了一只鸭子，然后一点点鸭球我给它倒在这里面，最多也就半斤。然后这个坑比较小，我们今天过来给它碰运气。这个天井坑啊，今天给它盘一下，看效果怎么样吧。就看中午，走了，开盘。哎呀，来开盘，期待中午出货。哇，嘴臭干了，开抓，在旁边先找一下，把裙带上好多。哎，十几公看到货。哎，在这边一跳一跳的，你跳有远吗？十几公一米，可以啊。这边，哎呀，看来这鸭群对这十九公效果挺好的。小螃蟹不管它。哎，哇，这边也一条，哇，这十九公扎我了吗？一条接一条了。嗯，哇，那边也有，哇，不好抓，这边，哎呀，啊，来，上货，十九公，这边还有一条，啊，还抓到了没有？嘿，抓到，可以，来。继续找货。嘿，一只螃蟹被我踩成这样子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太小了，我也不想养你。这边找一下吧。一般这个嘴臭了，一般它都躲在这边，那边很难找得到。我们先这边找一下。哎，哇，粪嘴摸鱼都能摸到十九公啊，可以，不错。哎，哇，哎。你跳有远吗？镜头。哎，我摸到什么了？嘿嘿，看，黑鹭跑过来吃裙带菜，我裙带菜都给它带走，放它里面，让它吃吧。哇，这边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哇，这是什么鱼啊？这个。哇，这嘴巴看老吓人了！哇，这嘴巴，龅牙鱼啊！我叫这个，哎，别跑！哇，这个长得跟虎鱼耶！这个要是虎鱼的话，直接发财，很重啊，最起码有个两斤吧，两斤应该有了。哇，一只虎鱼这么大的话，这一只就能值个一两千块，那钱给他做了吧。等一下给家人们看，我再找一下看还有没有货。哎，别跑！哎，嚯，黑掉！哇，这可以看我抓着它这样压着我。哇，明天准备去钓黑掉了。哇，今天盘了，明天钓黑掉。不过刚刚学的技术不好，老是不知道怎么拍，不知技术不好。钓是有钓到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拍，所以一直没跟家人们分享。哎，这边。哇，这只是什么？哎，是孙子吗？哎，孙子，可以。哇，今天可以呀、啊，就差不多半斤鸭血能换来这个这么大的虎鱼啊，可以直接发个脚财。我们再给他找一下吧。咦、嗯，这坑就是不好找，我们那边再看一下，没有我们就去看周货。这。哎，啊，这石头盘也盘不动，不好盘。嚯，盘蟹，然后螺特别大，看这组螺这么大的很少见，不过是寄居蟹，不管它了，不要。里面我就是看到了也抓不到，因为没带钩钩出来。那算了，不找了，我们去看家抓货吧，走。来，看家叫抓货。半斤鸭血，一来天价，海货搁浅在天井坑里面。哇、哦，这个哇，十几公挺多了，我十几公我就不打出来了，十几公应该有十几二十条。啊，这只是什么价格我也不知道，
长得像虎鱼，它又不是，又不是虎鱼。哇，这嘴巴这牙齿肯定老厉害了。这我不知道值不值钱，要是虎鱼的话，那百分百值钱，那真的是那个半斤鸭血打入天井坑以来天价海货。那走了走了，我这些总共加起来，这个我不知道什么价格吧，但反正给他个大概吧，大概赚他几十块，反正加起来可以卖个100多块，也可以了，就半斤鸭血。开玩笑，不开玩笑。哇，天价虎鱼可以，一只直接发个脚财。走了，回家了，拜拜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拜拜拜拜。